生二君，丧父三年，丧君三年是宁。不宜也，父母在，不敢同其身，不敢思其才，是宁有上下也，故天子四海之内，宁可宁，莫敢为之焉。故君视其臣身，自作阶级位，无旁事宜，不敢有其事也。父母在，会先父及车马，是宁不敢专业于此方，因民有望其亲而二其君。诸平心暗笑，其为无量。九阴不薄，观书当如其则一理不明在恶，人有欲见，不可行堕戒心。人有得欢，不可行必有心。千金。